这些，你们对面根本多直播小姐姐，老婆连看都不看，为什么频频找你进公司？因为他们没来应聘啊。猜猜。嗯，因为我细心，有耐心。这是他跟你说的。嗯。这种理由，就是有你微信。 他从来不知道女生进公司，恕你的误解。学生时期呢，有很多女孩躲着他让他接听，他都懒得搭理，就主动给你补课，让高人不用失望，却对你虎虎一家，懂了吧？懂。懂什么？以后我会努力工作，不辜负顾总对我的期待。 彻底服了，你跟顾九里真是绝配。非要我说的这么明白吗？顾九里对你与众不同哦，所以接下来你该怎么做，知道了吧？